您好，欢迎来到科智实验室。在这里，你将测试到目前市面上最新的转基因项目。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对外界严格保密的。我们会一直和你在一起。如果准备好了的话，就开始你的测试吧。欢迎来到水晶的实验室中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这一颗晶圆的面积已经可以在水这里是控制你所在房间的，按住圆形面板，绿色将手柄伸进控制卡行走的区域，便可以看见控制选项。这里是耐力测试区，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控制台，这里是控制你所在房间的器械运动的。将手柄伸进控制台，便可以看见控制选项。欢迎来到水能测试区，我们的转基因人已经可以在水中自如地进行各种动作。欢迎来到水能测试区，我们的转基因人已经可以在水中自如地进行各种动作。你好，测试员1901号，感谢你配合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测试。相信你也发现了，通过修改基因，我们得到了一批体能非常卓越的转基因人，但也有一些失败品。在转基因的实验中，21三体综合症发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。很可惜，这是个不可避免的损失。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发现有些转基因人有很明确的自我意识。作为工具，这是无法容忍的。1901次，你好，测试员1901号，欢迎来到科智实验室。在这里，你将测试到目前市面上最新的转基因项目。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对外界严格保密的。我们会一直和你在一起。如果准备好了的话，就开始你的测试吧。